把那个交在桌上就好了，就把那个交这里打上。 好，是啊，这个地方的话，就先放着。这个往这样拼，先慢点。现在这边，因为这里是打有指甲胶的这个地方，知道吗？要一定要用这个卡片给它戳开，不戳开的话，就容易出现断线啊，显示出问题。这里戳开就行。 胶很好弄啊，我没有药水还是什么？可以打一些，我这里有，这里别拆，底下的胶也可以吗？不大，它里面是那个，不是那种胶，是指甲胶。那你的你吗？你的也。我就粘上。给它吸热。给它吸热。嗯。拆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指甲的干线啊，主要还是。上面应该拆拆都好拆。嗯。还有一些特别碎的要。碎的话贴个胶纸，到时候它都。 我先不要，我也挺好的。下一个排线工作。 线尽量要低。咱们去吗？挪了，怕了。
把它浇一遍，是那个干椒啊。嗯，干椒。等一下到这边去看看，对，看看效果，看看效果，现在在你在哪看到效果？不看到效果。还有这个图形，我们城市变量是不大的，本来可能现在变到变得很，我们这个图形变成外星人。OK。